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念兹在兹，盼望何时能必然。现在谁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谁相信一中各表不统不独不武九二共识能够必然统一？现在谁相信两岸一家亲主权互不隶属能够必然统一？现在谁相信台湾人治理台湾一国两制两岸能够必然统一？现在谁相信扫帚不到台独和独台灰尘能够自己跑掉？党有圣人之力而无圣己之强，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知己知彼。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谁相信以和平方式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谁能将二十大为国家统一战斗争进行到底？现在台海两岸关系是国家尚未统一前地内战交战状态，我们研读习近平汉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总体，设想必须的位置结构，联合国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充分和必要的一切权利，怎么至今既没有必须的必要条件，更没有国家必然统一的充分条件？那么必须和必然就是社会实践检验习近平
能否兑现连任国家主席职权法第唯一标准，在当代中国，只有习近平全面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而没有其他任内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路线吗？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